他又是有加突如其来的行动管制令，然后打乱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步伐。在这26天的时间里，我尝试了在家工作，利用 Zoom 开会、全令，还有运动等等。在录制短视频，还有用 Zoom 给大家全令的时候的紧张感，还有打电话给顾客解释 Career Projection 的同时，也去了解了他们的忧虑，让我学习如何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。在这整个26天的日子里面，有过很多迷茫、不解，还有懊恼的时候，一直到后来的理解跟释怀，跟每一个人的互助都脱离不了关系。也许在这段日子里面，让我深有体会，然后一直持续在学习的是换位思考吧。很感谢一直很体谅，然后一直在帮忙的各个同事们。希望大家可以安然的度过这段艰辛的日子，然后看到希望的彩虹。拜拜。